时代中天跨界演出。而随着呢即将要开奖的大乐透哦，这奖金上看12亿，当然林书豪的热度也夯到了彩券上来，不少民众自选号码投注跟林书豪有关的号码，所以包括像是17号啊、七连胜的07等等哦，甚至您知道吗？连他喜欢吃的蚵仔煎、还有蛋炒饭等等，哎，大家就想说这又没有号码，要怎么来投注呢？但原来是因为呢有彩民有把这个蚵仔煎或者是呢蛋炒饭的笔画给算出来，成了包牌的热门号码。这些蛋煎的。林书豪的阿妈说呢，林书豪小时候最喜欢到士林夜市吃炒饭，还有蚵仔煎的，也因此呢，蚵仔煎三个字的笔画15和13呢，也成了乐透迷投注的热门号码。中头奖哦，大发财！我赚十几个变化球啦。彩券行生意有多好？因为17号晚间大乐透开奖，奖金上看12亿元，凭财运拼买气，彩券行墙上挂满了林书豪相关号码牌，像是尼克队的7连胜，林书豪背号17号都很热门，几乎每一注都要有7这个数字。另外单场最多13助攻，年纪23。最高得分38，这些数字买气都是超级旺。到晚上6点到8点，大家下班了，那买气更旺，那个时候可能会成长6、7倍。彩券买气旺旺旺，甚至有彩迷开始玩起彩纸游戏，像是单场篮板数、罚球数，甚至身高191、生日823，这些和林书豪相关的数字，都有人拆来拆去、拼拼凑凑，不管是集资还是自己买，通通都包牌，就是希望财神爷赶快找上门。当然是先离职，然后捐款，然后环游世界，希望中头奖。大乐透从过年1月27号开始点6杠，如果这次拿出12亿，有一人独得，将成史上最高乐透彩得主。不止大乐透夯，18号开盘的运彩也刮起凛来风，买气破了5000万，有人一出手就是20000元，让销售量多了7倍。看来林书豪不只被视为纽约尼克队的神，也成为彩券行的财神爷。中立秀陈建安，台北采访报道。